大家好，今日咧立法会嘅公务员及资助机构员工事务委员会咧就正式开会啦。咁啊，第一次会议咧就除咗选咗副主席出嚟，因为之前选咗主席啦，之后咧其实咧就可以开始进入讨论事项噶啦。咁咧我今日咧喺个会中咧我就入咗信咧就提出咧要讨论咧六个非常之重要嘅事项嘅。咁希望大家都可以多啲俾我意见同埋支持嘅。第一咧就系立法禁止侮辱公职人员罪啊。咁大家都知道咧，而家公职人员執行公務其實都非常之困難的，尤其是警員經常在執行公務的時候會被人侮辱，所以我覺得這個立法非常重要，可以讓我們的公務員在執行職務的時候可以維持尊嚴和更加有效率。有人也都提議就說為什麼只是一邊、其實我覺得可以參考澳門的侮辱罪，就是其實是雙向的，邊個侮辱邊個都唔啱，但係咧，如果你侮辱執勤中的公職人員嘅話咧，就罪加一等。咁另外第二咧，我哋都建議咧，就係快啲拎公務員宣誓建議嘅研究咧上嚟同我哋討論，因為早前咧公務員事務局咧亦都提出咗咧，就話公務員咧而家新入職嘅公務員咧就已經要宣誓效忠特區政府同埋基本法。咁但係我哋認為咧，其實除咗新入職嘅公務員之外咧，全體嘅公務員團埋同埋資助機構嘅員工咧，其實都應該要宣誓嘅。大家同唔同？第三咧就係跟進違規違法嘅公務員嘅事宜，因為大家都明白到咧，最近呢段時間咧亦都有好多公務員咧參與好多違規違法嘅行為。咁究竟公務員事務局係如何去處理嘅咧？我希望大家咧都俾啲意見，我哋應該覺得點樣去追究。第四點，我覺得咧都要傾嘅咧，就係公務員嘅聘用嘅條件啦，包括條件啦、附帶福利啦，同埋呢個退休年齡嘅安排嘅。咁我希望咧，而家即係聘用公務員咧，其實喺品格上面咧都要有一定嘅要求啦。咁另外咧就係喺福利上面同埋退休年齡嘅安排咧，其實一直咧都係有一定嘅爭議噶。咁譬如好似退休年齡咁啦，而家大家知道2000年後入即係公務員咧就可以遲啲退休嘅，但係2000年前嘅公務員咧就好早要退休，例如紀律部隊。55歲就要退休了，咁其實係咪應該一律延長至60歲呢？這個是我們的建議，大家又怎麼看呢？咁另外第五點咧，我覺得要跟進嘅咧就係紀律部隊職系架構檢討啦。呢個咧我哋爭取多年咧，舊年咧政府就已經開始做緊研究嘅工作。咁而家研究成點咧？我哋希望唔係長期都係研究，而可以快啲落實嘅。咁所以我哋要求咧就係公務員事務局咧快啲拎上嚟同我哋傾一傾，究竟個進展如何，有冇遇到啲乜嘢嘅難題，等我哋早啲開始去商討，同埋希望咧政府盡快去落實嘅。咁而第六點咧就係公務員實行五天工作週啦。咁其實香港咧整體咧都係開始邁向五天工作週，一個禮拜翻五日工啦。咁大家可能以為咧，其實全體公務員咧而家都係五天工作週，但其實唔係嘅喎，有一部分嘅公務員咧而家係落實唔到呢個五天工作週嘅。咁就對某一啲公務員嚟講咧並唔公平。咁所以咧，我哋啲要求咧，盡快咧落實個五天工作週。咁以上咧六點咧都係我今日咧喺公務員呢個委員會嗰度咧提出咧，希望盡快可以去討論嘅。咁但係咧今日咧就有一啲攬炒派嘅議員呢就認為呢唔應該討論呢啲嘅議題，咁似乎呢佢哋都係想繼續攬炒議會啦。大家又點睇呢？希望大家支持我喺立法會嘅工作，支持我討論呢幾個嘅議題，同埋呢盡快逼政府落實。係啊，主席啊，頭先呢我就聽到幾位議員啦，就係即係抨擊我話我好入呢封信嚟提出呢一個議程討論。我哋而家呢一個議程咧，就係討論嚟緊，我哋要討論咩議程？咁我咧就一直都係呢一個委員會嘅委員，咁我就知道呢個委員會嘅工作範疇，同埋以往我哋跟進緊乜嘢嘅事件。咁有啲議員咧，可能從來都唔係呢個委員會嘅委員，又或者佢都唔知道我哋討論嗰啲乜嘢。你哋咧其實咧，大家手上面咧應該都有待議事項一覽表㗎，裏邊待議事項一覽表裏邊嘅咧第七點咧。就是立法禁止侮辱公職人員，你可以看到那個時序，我們已經在不同的會議上面已經討論過這個問題很多次，局長亦都在這個會議裡面就一直都有回應的，我提出是繼續去跟進的，你們不要突然之間覺得我突然之間擺下來，其實我們在這個委員會裡面已經討論了一段的時間了，這個第一，你們自己不做功課，自己沒有提議，又不准人家提議，那我們這個會不用開下去啊，是不是？那跟著宣誓的建議現在政府已經提了出來了嘛，為什麼不可以拿上來這裡去討論呢？是不是？那跟著紀律部隊職系架構檢討，五天工作週，退休和福利年齡安排，
絕對是這個委員會的工作範疇。你們究竟知不知道這個委員會是做甚麼的？如果你們不知道這個委員會是做甚麼的，你們坐在這裡做甚麼開會啊？是吧？所以主席呢，我就覺得呢，有一些議員呢，就是無緣無故就是拿一些議題出來呢，就去抨擊其他的議員。我們現在不是進行一個辯論嘛，我們這個議程是提出建議嘛，你們可以提出你們的建議，我們提出我們的建議，跟著主席拿去跟局長去談，跟局方去談，跟著拿回個議程回來，我們就去討論嘛。你們知不知道怎麼開會的究竟？